第六号风台卡努强度各地增加，继续向着八八西的方向而行。虽然可能未直接影响台湾，啊，不过有机会会带来着西南风。后礼拜三开始，无排除会落大水雨，其中伫中南部的雨会搁较大。第六号风台卡努目前离台湾1600多公里，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150公里，强度继续增强，目前朝向八八西行。有高地拜一暗时开始登北，登北角度也是离台湾很近的关键。虽然这只深台几率较低，但过风台外围环流接近，加上北过程当中带动西南风，也将为台湾带来好事。雨势的部分，我们还是要看未来这一段时间卡努台风距离我们台湾的远近。如果稍微离台湾比较近的话，雨势当然会稍微比较大一点点。下礼拜一开始受卡努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这方面西半部都得阵雨。北台湾也落雨，拜三了后西南风影响落雨强度，是要看风台离台湾很近来决定。无排除会落个真大，有无保险，慢慢每一天来修正。近日风台季节，气象专家提醒，因为杜苏芮风台的时阵，引起风台界标准跟时间点的争议，大家应进一步来讨论。民众的对天气的了解，都可以分为上午或是两三个小时一个区间，所以我们是不是一次就要一整天？然后就造成停班停课，这个还是可以有讨论的必要。专家用附近日本为例，无风台架，暗过风台天，运输工具停驶无相关的标准，用来联动是不是上班上课，也是一种模型。暗过放假是不是看下占面真大，还是要做真侪方面的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